今天呢，是我们在金变一百天里边生存的第98天，再过2天，僵尸就会对我们发起总攻。而在这2天的时间内呢，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。首先呢，我需要买一些手雷，我们还有很多金币是吧？我们来买一些手雷。然后上边我们的庇护所已经整好了，就差一些武器了啊。手雷的话还不能叠加，那我们就放在牵引盒里边吧。我们现在的头盔已经爆掉了，那拿出我们所有的钻石再来做一个头盔，剩下的钻石呢我们把装备修复一下。好，头盔已就位，我们来修复装备。哦对了兄弟们，我没有经验呀，没有经验就无法修复，那就算了吧。然后呢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个逃生通道，看一下能不能顺利的到达这个基岩庇护所。最后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守住的吧。OK， 兄弟们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我们来到了基岩庇护所里边，第99天了，兄弟们。不过我突然发现啊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食物，现在家里边的食物储备只有辣条。我觉得最后一次进攻，我们吃辣条感觉有点寒碜呀。我记得我们家里边的金子有好多，我们来做一些金苹果吧。哎，不对，苹果我们家里边也有。我记得我们上次去海盗船上边抢了很多的苹果，来吧，我们来做一些金苹果。还有钻石，那我们就做一把钻石剑，做一个钻石斧子。好，兄弟们，合成金苹果之后我们就可以等待了。僵尸的总攻不是今天晚上的话就是明天晚上，我们等待，只需要等待即可。17个金苹果够了，够了。时间来到了100天，血月升起了，而且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是会有特殊怪物的，我们等一会儿静观其变。现在僵尸还没有过来。哦，有特殊怪物加入了战斗，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特殊怪物是什么呢。僵尸已经来了，兄弟们。哇，小黑，来吧来吧，最后一次战斗。小黑的数量也并不是很多啊，瞬移走了。哎，又过来了，他想上来但是他上不来。哇，小黑又来了，小黑的数量还有挺多。哎，我看你，你能上来吗？啊，兄弟们，下边的僵尸越来越多了，我们来吧，手雷丢下去炸一下他们。现在他们是上不来的，因为我们下边还有很多炮台，他们想越过岩浆上来也是一个问题。来吧，我们丢手雷炸他们，反正我们的手雷有很多，多用一些。把前银盒放在里边，我们拿起手雷一直轰炸。手雷用完之后呢，我们还有这个榴弹枪，所以说我们的武器还是有很多的。来来来，请你们吃手雷。哎，不过兄弟们，我感觉他们已经在下边搭方块了，看到没有，他们想上来。我们丢完手雷之后换一个地方，我们直接去到我们基岩庇护所。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看一下僵尸能不能上来。我觉得这些僵尸虽然说会搭方块，但是搭方块的高度并不是很高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看一下能不能上来。来，边等边扔手雷，看一下他们能不能挡得住，让进攻来得更猛烈一些吧。哦，兄弟们，不行，他们搭方块的速度还是挺快的，马上就要搭上来了。算了算了，我们撤吧，4个矿车，我们直接去到我们的基岩庇护所里边，走走走。现在的这个僵尸对我们来说造不成什么威胁，我觉得还是我们的防御措施做得好呀，因为下边还有岩浆庇护所，他们想上来还是特别不容易的。你看那个柱子已经搭得很高了，不过我们还有最终的防线，基岩庇护所。好，兄弟们，回到我们的庇护所里边，我们就等待他们上来吧。这些僵尸全部都朝这边涌过来了，数量还是挺多的，而且已经开始搭柱子了，看到没有，这边也有2个僵尸，把他们解决一下。来吧，我的机枪。OK， 解决。我们来破坏一个栅栏，方便我们观察，等他们上来的时候我们再把栅栏放上去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观察他们也可以打他们。哎，已经来了，你们这速度够快呀。不行，那还是放上吧。哎，哦，天地，别。哦，还好我是强化玻璃还有炮台，其他的东西早就被炸坏了。这僵尸可以啊，他怎么放上来的 TNT？ 再观察一下，他们上来了。哎，又来了 TNT， 不过还好我们这个空间比较大，他们是炸不到我们的。好好好，幸亏我们把庇护所扩建了一下。上来呀，你们上来呀。哇，好多僵尸兄弟们。哎，又来了，好烦，打又打不到我，一直在放 TNT。 我们要不然把这边拆掉吧，和他们打，不怕他们。想要，哎，完了，兄弟们啊！哎呦，还好还好，我直接摔死了。如果没摔死，落在僵尸堆里边，我估计是在劫难逃呀。走，我们继续回庇护所。其实感觉这100天也没有什么用呀，我们用榴弹枪轰轰下，虽然说僵尸的数量有很多，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提升。我害怕的只有脑鬼，而脑鬼害怕是因为他会穿模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怕他们。让他们上来吧，没事，我们来这里守着。不过他们这个速度是真的快，他们又转移到了这边，不过在哪边他们也挡不住我呀。
区区几个小江我还不放在眼里。没什么用，兄弟们，我们跳下来干他们。这什么呀？哎，兄弟们，太失望了。我觉得第一百天也并不是很难，特别简单。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，等待天亮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惊喜。估计是没有，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已经快天亮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天已经亮了，我们的第一百天已经度过了，不过下边还有很多僵尸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下去吧，来一桶落地水，精准的落地。好，不错，我们把这些僵尸解决掉，看一下他们搭的这个柱子啊，确实牛啊，很高的柱子，而且特别厚。把他们解决掉，我们的系列其实已经结束了。啊，怎么说呢，感觉第一百天虽然说僵尸数量比较多，而且他们可能是全员拿着 TNT， 但是对我们来说也并没有什么威胁。丢带炮给他们一下，好了，基本上已经解决了。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柱子。牛呀，兄弟们，这柱子搭的确实宏伟啊，上面还有僵尸。哎，不错不错。那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个系列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一个坑再见。下一个坑开什么坑呢？还是需要根据大家这个喜好来判断啊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喜欢玩的整合包，可以给南瓜推荐一下啊。还有呢，是南瓜成了小羊人，哎，这几天确实特别难受，可能会晚更个两三天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吧。那好了，我们下一个坑再见，大家拜拜。